四爷的心愿。我发过誓，今天要替四爷完成这个心愿。这个主席的位子应该属于谭四爷的。哼，你叫他上来拿呀！谭四爷上去拿彩头。是。别说我这宽，就是巡捕房的火枪队，我看你都过不了，还想上台拿彩头？马永振，我看你别做梦了！呀！螳臂打击，让我更。你们全都受过四爷的恩惠，今天我们的命就当给四爷登基的贺礼。开炮弹，不行，这样会炸死我的人。呀呀！闪开！你们敢过来，我就开炮炸死你们！你敢？你敢开炮，我他妈一拳打死你！我他妈谁跟着你？没事吧？别走！马兄弟，四爷小心！七十八里！今天有你没我，